机这个结果，还有专案的这个必要。咱重新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求你让我全心全情全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我的耳根注视听你的话，将你的话记在我的心中，不但是知，阁会当用行动行出来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，阿门。有两年是去新南医受装备，啊嘛伫别间教会咧实习，所以真少有时间转来咱个教会。今日会当搁转来咱个教会，啊，亲像敢若转来家己个厝较快。因为我是一个有听个所在，嘛是一个有听个教会。啊，我过去拢总无机会向众人表达我个感谢，所以我即摆转来嘛是要回应上帝个疼，嘛是要回应恁过去对阮兜所有个疼。啊，兼在这四年中间，啊，有一挂新的朋友，无讲真熟悉我。今仔头拄啊，我嘛有做侪人，还阁毋知我啥物人吼。啊，我简单来讲我过去的家庭的背景，啊嘛简单回想一点家己生命的见证。这是我的先生，啊，伊是一个教官，伊一直九年前的时阵过世，啊。伊捌用以神为乐，吼，做伊个服务服务员，吼。啊，即到年来，我拢都是用上帝做中心，上帝是我永远的瓦壳甲帮助，伊的疼永远拢无离开我，所以我即个时阵活甲真幸福快乐。啊，即是我三个查某囝，我要讲，阮先生要过往进前，我的囡仔即个迄个时阵，以恩以礼以心，吼，因三个。是迄个时阵才国小，啊，甲国中来教我吼。啊，对我来讲，要请这个囡仔吼，真正是压力足大个吼。啊，麻烦了，这个囡仔拢是伫青春期，啊，真足惊伊吼，怎惊去歹个路去吼。啊，毋过感谢上帝吼，啊，这烦恼拢总无发生啦吼。啊，其实，我真正是看到吼，上帝疼，因为教会牧师吼，中心兄弟姊妹。啊，我的家己的亲人，甲我的朋友吼，大家拢足疼阮兜。啊，这三个查某囝吼，嘛是拢伫上帝的教会，啊，而且受着栽培，受着尊重吼。这段日子看到上帝，伊的疼甲看顾，真正对话迄个恩典满满的上帝吼。啊，总是甲迄个孤儿寡妇吼，啊，相佮做伙。我阮的家庭吼，拢总无欠亏吼。虽然我先生现过身吼，啊，毋过吼，上帝甲阮恩典。啊，各有教会甲亲人朋友关心、疼惜，啊，甲扶持，互阮兜拢总无孤单吼。啊，伫今年的6月17日是阮兜真特别的时阵吼。啊，即嘛是我生命中上过欢喜、非常感动的一天吼。啊，我有一天我去台北书台，啊，去参加阮第二个查某囝是伊丽吼，啊，伊拄仔读硕士毕业，啊，等拄仔伫迄个毕业典礼，迄天吼。哦，落雨落足大个，足大个吼。啊，不过我生活足欢喜，因为我等一天等足久个，我一天拢在哭，你头哭过，我拢在哭吼。啊，我感觉我个动力啊，我个精神拢总会当安尼喘一口气吼，我感觉是安尼。所以因为今年我甲阮三个查某囝，阮拢总四个，大家拢今年毕业，吼，拢毕业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实在是足欢喜吼，等一天等足久足久个吼。啊，蛮足欢喜，足快乐。啊，因为上帝疼，予我伫风雨的中间，拢总会当平静，会当安稳自在。啊，这嘛是啥？我年纪遮尔济吼，啊，再要搁去读新南院吼，啊，搁甲长期的关怀所的头的工课甲辞掉，啊，搁去新南院受助手、受陪伴的所在吼。因为上帝真疼我，啊，我相信疼会予人有气力，会当面对挑战，啊，较艰难。啊，疼是生命真。啊，真大的动力吼，来源。
有疼，咱就无惊啦。啊，我咧另外一个，哦，一个叫做慈爱啦，吼、哦，这是我刚刚刚迄天的下晡吼，我去参加一个慈爱感恩音乐纪念会。啊，因为这个慈爱感恩纪念会，就是因为阮先生高年前的时阵，伊有捐迄个器官捐赠吼。哦啊，伊有关，因为迄阵遐着感情，不过伊有迄眼角膜吼，所以着关迄眼角膜。啊，即个受赠者吼，因着接受着即份的疼礼物，所以因着生命去着点头心吼，啊，因来感谢阮所有过去阮献即个疼礼物给因的人。那即项代志，互我搁较肯定吼，疼会了互我互当人看到生命价值啊，甲意义吼。你若疼人，人嘛疼你，对无？有疼有疼吼，咱就无孤单吼。啊，阮家因为有上帝疼，互阮感觉拢真幸福。啊，这是阮家足细的一个见证吼。今仔日我嘛是要用这个疼，啊，疼人亲像家己，甲大家同齐来思考。啊，这段经文咱大家拢真熟，爸妈也要背。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吼，这个时阵安静咱的心吼，目睭拢起起。我要问恁几个问题吼，啊，请咱唔通歹势，歹势。啊，来勇敢来举手。啊，你只要诚实来回答，无人会看你，无人会看你吼。啊，想看你家己吼。我即摆要开始甲咱问，啊，咱目睭，大家拢目睭开开。你甲上帝的关系真好的人，请你举手。谢谢。你甲教会兄弟姊妹关系真好的人，请你举手。你甲同事的关系真好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你甲厝边隔壁关系真好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我即摆看见拢差不多遐人咧举手哦吼。你甲甲厝边的人关系真好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即较侪人，真好。你甲家己关系真好诶人举手，你甲家己，诶，无真侪人，好，请着，来即摆放下吼，就是咱大家每一个人拢真诚实，你对咱甲上帝、甲人、家己诶关系吼。今仔日我会问咱遮个问题，是要互咱搁再一届来思考吼，咱甲上帝、甲人、甲家己诶关系是毋是好好诶关系？啊，若是关系真好吼。咱要去疼对方，也是讲要疼家己，拢较简单。啊，若是关系无好，要去疼对方，也是讲要疼家己，拢总有困难，对无？恁讲对无？对。对吼，所以头拄啊，足侪人无牙齿哦吼。啊，所以咱来啊开始来反省咱家己吼。咱若是教会每一个集体的生命，甲你上帝、甲人啊、甲家己的关系拢真好，会晓疼上帝。啊，嘛要疼人，嘛要疼家己。我相信吼，啊，咱就亲像咱踮伫上帝国同款，对无？吼，踮伫上帝国是安尼啊，疼来疼去嘛吼。啊，今仔日咱的经文拢做熟嘛吼。我要搁一届，咱搁来读这个经文。虽然咱已经读几摆了吼，不过咱嘛要背啦吼。来，咱同齐来读，预备，来。法利赛人听见伊已经有法吧，撒都该人的嘴，就三甲自切。其中一人做教法师的，弃医不顾，先生啊，如法中什么界上大？耶稣因你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好钱的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疼主你的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专用把甲身体的做头头。咱来看这个经文的历史背景来看吼，即个是犹太人的领袖吼，为着要找机会要来侮辱耶稣，也是讲要来耶稣抓起吼，所以就派足侪代表吼，啊要来设计问题，要来陷害这个耶稣。这段经文就讲到三个人，三种人吼，咱来看这三种人。第一种人吼，叫做撒都该人吼，撒都该人吼，这种人吼，伊安怎，干来相信什么？摩西五经啦吼。啊！伊无相信耶稣安怎对死高啊，吼！啊，甲灵魂得救这项代志，伊拢无咧相信吼。啊，第二种人是啥物啦？法利赛人吼！啊，伊就是遵守啥摩西五经，啊，甲先知诗篇，
所有的法，伊拢有行无行？有哦，伊拢无去行，不过咱嘛要一定去行吼，所以咱嘛莫笑怀疑在人啊，其实做生咱嘛无去行吼。啊，第三种是啥物啊？文殊哦吼，伊这是经学教师，因对佛法吼，即个佛法册拢真熟吼，所以拢咧人教吼。啊，其他即个法理在人咧教，即个教法书、教法书吼，是要问哦，即个法律到底是倒一条改变上大、上重要？是先来给咱问吼，因为咱的教法书吼，因认定法律吼，拢总有613条吼。啊，其中呢有240条是正面的用词，就是讲你着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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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。啊，另外365条呢是安怎？是讲你唔通安怎安怎安怎吼。啊，伊问耶稣这两个概念上重要，哪一个上重要吼？伊其实唔是要问讲倒一条上重要。其实伊就是要吼透过这个经验要来抓耶稣，要来设计耶稣吼。所以因经学教书内底吼，因其实上大个经学教书两大派吼。啊，这两大派吼，咱来看嘛，这两大派就是一个叫做沙麦学派，啊，一个叫做啥？希列学派，希列的吼。那这个沙麦学派吼，伊是较保守的吼，属于保守学派。啊，这个希列学派即属于较属于主流学派。啊，不管吼，耶稣若讲倒一条的学派观点吼，啊，就安怎就去得罪另外一派的人。所以吼，安尼吼，因就有机会要来陷害耶稣吼。所以，咱们无论安怎讲，拢会得罪这个另外一派的人就对。所以安尼就有机会要甲耶稣陷害。啊，不管呐，耶稣嘛真巧哦，嘛真了解因的计谋。所以耶稣拢总无中计吼，啊，耶稣嘛就有智慧来回答讲，耶稣就应你讲哦吼，讲安那，哎，这嘛是咱大多读的。来，再来读一遍，对，来，你着尽心尽性尽力，听住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今仔日所命令你，记伫你的心，也伫用这金钱到是你的命，无论你坐伫厝内，也伫路里困，还是起来，拢着讲论，也着握伫你的手做记号，伫你的两蕊目睭的中做纪念。搁着写伫你个厝个门框，以及你个门，好好啊。耶稣知影吼，讲无论到底是即、這个沙麦学派，还是讲希律学派，伊拢共同承认即个经文吼，就是咱读拄仔即读个即个经文吼。啊，耶稣讲即是摩西律法律中个第一了解，啊，第二了解嘛是共款，就是你咱听出彼此就听家己，啊，即是秘密记个吼，即是秘密记。这两条解拢总同款，第二篇19章第18节吼，这两条解概念拢同款重要。耶稣的表明吼，会疼上帝人，一定会疼人。我再讲一解吼，会疼上帝人，一定安怎？会疼人。啊，若是安尼吼，到底犹太人的观念吼，厝边伊到底是咧讲啥吼？啥物讲啥物人吼？犹太人袂甲将外邦人看做是厝边。只会当从犹太人家己的人才看到是厝边，所以这个经学教书吼，特别用我的厝边吼来表示。不过耶稣吼特别用什么？好的撒玛利亚，咱拢知影这个故事对吧？伊用好的撒玛利亚来譬如来说明吼，这个厝边就是无应该分这个族群吼，吼就是讲你若感觉这个人有需要帮助，啊，迄个就是你的厝边吼。咱对今仔日的时代来看吼。厝边有可能就是咱教会兄弟姊妹，有可能是原住民，也是新住民，也是社区的人厝边隔壁。不过我今仔日重点，拢是要讲这吼、個。我今仔重点是要针对咱家己的家庭，咱家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的需要要来讲这个听。因为我接触这個，真侪人甲我斗，吼，拢是甲教家庭的观念真大。咱拢知影吼，疼人亲像家己吼。不过到底是你安怎疼？即个疼到底是要安怎？因为过去到即摆吼，真侪家庭因为疼的行动力无够，啊是讲疼伤侪，结果造成家庭互相伤害。啊，有时是咱甲厝里人讲话无舒适，这个表达是无舒适，啊家庭就不是有纠纷，啊不是有冲突。所以咱亲密的人，咱容易安怎带来冲突甲杀伤力吼？我唔知道，咱我相信咱有听过一句话吼，相爱容易怎样？
相处难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句我相信大家拢知吼。我相信咱有同意这句话无？你有同意无？有无？有，我冇同意啦吼。所以疼是咱需要学习啊，甲经验来功课啦吼。什么是疼？啊，我今日我想要用圣经啊，甲咱家庭生活真实的故事吼，这种真实的故事来予大家了了解。疼人甲疼家己，拢总共款重要吼。疼人甲疼家己，两个爱要平衡吼。有上帝疼，啊，咱才会当继续向前跑走。家己若有疼，你若有上帝疼，个对你才有迄个气力，会当付出去吼。啊，这个疼会当持续，是因为对上帝来，咱干嘛都持续了吼。啊，嘛是对亲戚朋友、厝里家庭个疼，你有互疼过，你才会去疼；你无互疼过，你要去疼人，嘛是真无简单嘛吼。因为我做者个人是安尼，疼需要学习。两个关系才会当持续啦吼，所以疼人甲疼家己拢爱有智慧，这是咱一生一直爱学的功课吼，一直爱学习的功课。啊，疼有几种，很好多种类别的吼，对。之前可能无出嘛，拢捌甲咱讲过吼。就是第一，就是讲人甲人的疼，中间有亲情啦、有爱情啦吼，啊，佮有友情这款疼吼。人对上，啊，佮咱人甲上帝咱的关系，咱对上帝，遐是一个。超然，咱一个对一个超然的对象，咱有一个特别的尊崇，吼、哦，该尊崇，吼、哦，这是咱人对上帝疼，佮咱伫听耶稣安尼同款意思，吼。啊，另外一方面是上帝对人的疼，迄、那个是舍己的爱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疼是足大个，吼、哦。啊，上帝对咱的疼就是安尼牺牲家己的囡仔的性命来救赎咱。佮另外一部分是上帝对耶稣的疼，迄是爸仔囝的关系，爸老爸对老囝。叫囝来听，到底听是啥物吼？伫圣经的原文吼，伊内底有解说啦吼。啊，这个细节吼，咱会当来看，就是讲听，这个听是讲，这是讲爸爸袂听啦吼。对某一个人真热切、真关心，啊嘛真注意。你敢知影吼？人甲人中间吼，你无甲注意吼，你甲当作无形啊，安尼感觉呐，伊就是不存在哦。吼，啊，不过咱就是。咱甲厝里的关系，就是讲你家当作空气，有时咱拢无咧甲看吼。所以，这个是讲咱对一个人会当真注意，然后注视、关心、吼、哦、疼惜、该疼。啊，疼甲啥物亲像？疼甲对伊的疼，敢若比咱的生命搁较重要咧，甲看迄种疼吼、哦。啊，疼嘛，另外一个较有条件，就是讲这个人真好。各方面拢真好，真满意，所以你给伊真大个评价，所以你就很喜欢他。伊嘛是一种疼，还是较有条件。啊，另外是一种较无条件的疼吼，就啊，你拢无条件，无论对方是好歹，啊是安怎，你拢是完全的疼吼，敢若是耶稣基督心最深，无条件的疼来疼对方吼。啊，所以疼是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吼。所以疼不是敢讲用话语来讲尔吼，就是讲话语嘛爱讲，啊，毋过讲较简单嘞，讲较简单，啊，毋过咱呐要做咱呐，无遐尼简单吼。所以伫约翰一书吼三章十八节，伊讲细囝啊，咱的三听唔通安那，敢若用话甲用字，得用行动吼，啊用行出来，用心情来疼对方吼。啊，这个疼人吼，这个疼人到底是伫讲啥物人吼？这个人的起来文就是讲。是那个 Precio 吼，这迄人我是安尼讲吼，啊，这个人就是讲关心你身躯边、厝边隔壁、身躯边附近的人吼，啊，是讲你的同胞这个人吼，你若出去外口，你看到有人拄啊跋倒，迄就是你的厝边，迄就是你身边的人，你就是个听，无论你有熟识无熟识，你就是会晓牵手去甲伊保护看顾，迄就是一个听。所以，迄个人诶，人意思是讲，伫你诶身躯边发生遮诶，你有看到遮诶人吼？什么叫做疼吼？疼就是讲，即有做者疼真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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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围吼，疼拢讲袂了吼，讲可能即个时阵讲，一直讲到世界诶末尾，嘛搁咧讲即个疼，永远讲袂煞。我今仔是讲一部分，小块一部分尔吼。啊，疼，我认为啦吼，疼是安怎？是互对方需要诶。好，咱来看圣经安怎讲吼。啊，咱大家来读这段圣经，知无？来，恁中间敢有人囡仔甲伊讨面包，会摕石头给伊？
蛇给伊吗？恁虽然歹，犹原会晓摕好物予你的囝。何况你的天父，伊一定会摕好物予对伊祈求的祈求的人。所以，恁爱人安怎对待恁，嘛着安尼对待因。这就是律法甲圣经的解释。对即个经文，咱当了解吼，听是安怎？是予对方所需要的。我搁再讲一解，听是予对方所需要吼。啊，亲像咱好个撒玛利亚人故事，这就是上好的一个比喻吼。当伊看到伊身躯身边受伤的人，伊就安怎满足迄个受伤的人的需要，对无？伊就陪伴伊，照顾伊，啊，带伊去看医生，予伊得到医治，就是伊有需要。你提供这个需要给伊，我要甲咱讲，真侪时阵，疼别人真简单，疼家己上亲的人，就毋是安尼哦。所以吼，婚姻造成真大危机，啊，真侪家庭出问题，拢是安尼发生的吼，相敬如宾啦吼，我即摆讲相敬如宾咯吼，冰冰冷冷的冰啦吼。太太安尼甲我讲吼，讲阮先生吼对我拢真好啦。有讲有笑，啊嘛足有礼貌，啊嘛足斯文嘞。大家拢讲伊人真好，吼、哦，嘛足斯文嘞。啊，不过倒来厝就变一个人，大家拢板着脸孔，倒来甲矮到同款，拢袂讲话，吼、哦。伊从来都毋捌甲我分享伊的心情，伊的其他的代志，我拢无了解，规天甲人闷着不讲话，吼、哦。这啊，家庭气氛敢若冰宫啦，冷得像冰宫一样，迄是安尼，过安尼甲我讲哦，即个是只是痛苦啦，这是太太讲的，先生讲，先生嘛抱怨嘛讲，我大概倒来，伊拢唔捌正眼看我一眼，所以我咧讲吼，正眼看人是很重要的。你若咧甲人讲话，讲你安尼讲话啊，咱无安尼正眼看他，他也是受伤的吼。我咧讲，所以人足紧受伤的吼。我若看到伊的面，我拢是用拒绝的。哦，很严重。哦，你没有看对方，他就觉得安怎，你去用拒绝，对吧？你有这种经验无？你没有正眼看他，被拒绝。当伊安尼对待我的时候，我就拢讲袂出，任何一句话讲袂出来，只好安怎冷漠闭嘴。哦，不要互动，比较不会有冲突，对吧？所以就冷战，有没有？我们常常冷战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就冲突。啊，各位太太就跟我讲，我先生吼刚做进来吼，啊，刚来看电视，看电脑，啊，啊，拢无要做厝内的代志。太太们有没有这种心情？好、哦，啊，厝内拢无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吼，我拢爱无闲顾囡仔，教囡仔读册。煮饭、洗衫、晒衫、整理家庭，啊，搁爱做工课，伊嘛无咧闲哦，爱搁做工课哦吼。啊，厝里敢若也毋是我，敢若我一个人诶吼。伊除了吼无闲伊诶工课，啊，转来就甲顾电脑，迄电脑就是伊某吼。啊，我伫厝咧做饭做米，啊，有啥物内容，啥物计干，我亲像厝里诶佣人，真严重吼，佣人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婚姻咧，我真痛苦，啊，足想要甲离婚诶。我当初是想要选这个安来嫁，啊！这吴先生都去甲我抱怨吼，这个另外先生都甲我讲吼，阮太太吼最爱清气，爱清气哦，你来看听讲听好吼，啊，清气到我做阿婆，你知道？那是物件掉的吼，不多呢，吼，啊，就有人嘛甲我讲，讲我太太有够啰嗦的啦，规天话你唠叨，我耳腔吼拢无得清净吼，啊，是讲吼，阮太太做甲我管，逐项都要管。无听拢袂使，甲伊斗阵足有压力，啊嘛足忝的，即拢是人甲我斗的吼。即个拢是阿公讲安怎，我感觉你讲，我开头讲遮，你有感觉足熟的无？不是咧听人讲的吼，敢若恁兜的故事嘛是敢若有敢的经验吼。所以遮个拢是阿公不时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吼。其实你会发现吼，你哪听的人安怎，你哪会甲啰嗦对无？你哪会甲念对无？那你哪会甲管对无？啊，你若无听，你敢安尼？较袂嘛吼，对外人较好，啊对家己较无较好嘛吼。所以吼，你即摆要甲咱讲的是讲，你感觉你一个听，结果你的听喏是连倒变吼，连倒互即个人，你要甲管你的人吼，互伊足大个反感吼。
迄个关系就安尼就破坏掉吼。其实真正的疼是安怎？是互对方所感所需要。我阁讲一摆，来咱阁背起吼，来疼是互对方所需要，吼，这是足重要的吼。一定爱知哦吼，啊，真正的疼吼，真正的疼。咱就是讲，咱有了解对方需要是啥物哦。来，我问你哦吼，你的太太、你的先生、你的囝，教会兄弟姊妹，因的需要你敢有知？你敢知？你知无？我你讲，你无去了解，你就唔知。你拢顾讲你的，啊，你顾恁囝、恁孙啊，是讲恁恁太太是恁先生，其实你无真正咧听伊讲。所以你不知道，你若不知道对方需要，请问你看我都听的，有无？有没有？你看遐笑到安尼，你看，那面蛮笑到要害吼。OK， 所以你若不知道迄对方看的需要，你要听就足困难的吼。我伫网络吼看到一个足真实的故事的吼，这是足经典的吼，有一对阿公。你两边啊看起吼，拢足标准的，拢是好丈夫嘛吼，嘛是好太太吼，伫厝里啊嘛，伊的责任逐项拢甲爹甲媳拢做甲足好个，毋过足奇怪，这两个做伙吼，甲冤家真够冤家啊吼，拢未无法度了解到底对方是需要啥，拢无了解，这就是无了解对方的需要。这个先生敢若一个小小的需要，咱来听吼，讲先生讲，其实吼，我上大的需要是讲，我期待我某吼。因为现在是有时间的时候，咱就坐伫迄吼客沙厅，客厅沙发上吼，坐伫客厅的沙发上吼，爱当看一个电影也好，还是讲听一个音乐也好，伊的需要就是讲，咱来互相看电影分享啦吼，迄个陪伴，我就是爱安尼尔。因太伊嘛，因先生就讲，我感觉爱安尼尔，安尼我就足满足，这是先生的需要。这个太太需要是啥？伊讲。阮爸阮妈有甲我教吼，咱做某的人吼，就爱上基本就是厝面清气，逐工吼爱煮饭、洗衫、拖涂骹，厝里若无法度吼，拢袂当有迄沙灰尘，无了是拢袂当有灰尘的吼，实在是很困难吼，就阮家就无啦吼。你讲镜，你讲吼，迄镜吼，就爱怎啊？愈加吼，亲像啊镜，遐尼光，遐尼金吼，安尼金。伊讲吼，伊上需要就是因先生来倒做工课。就是帮忙做家事啊，吼，毋是家己咧做吼。好，阮一世人就是因某拢到即摆阁无做因翁需要的代志，因翁嘛无做因某需要的代志，所以吼，做到要死啊，两个做到要死啊，结果拢做袂工的，做较侪的代志，因对方拢做无满意，家己了冤家，所以这种疼喏，两才干，吼，啥物咱大家还有智慧，无安尼做吼，所以咱疼人还有智慧。我跟你讲吼，疼人还有地位。这个疼真侪时阵吼，咱愿意疼人，为什么动机拢对哦？咱就要疼，嘛是出自疼对方。不过咱讲出来话啊吼，拢共伤着，家己阁唔知。我跟你讲，疼人共伤着，家己唔知吼，特别是那亲密的关系，冲突的那伤害吼，你不是会用，你应该，我阁讲一解吼，你应该安怎来调整吧？那是对方吼无符合你的期待，还是讲无按照你的期待去做，还是讲你的方式去做，伊就怎啊就生气，就开始骂人，有无？厝里拢安尼嘛吼，你无按照我的期待，你毋知影袂迄个啥，有安尼会点受无吼？就是讲你爱伊安尼，伊就无爱安尼做，你气到要死啊吼！你叫伊读册，考医学院，伊就歹甲你考，伊甲你考艺术系吼，那就气死啦，就类似这样吼，所以。你无符合对方的需要，伊就足生气，吼，伊就开始骂人吼。特别是面对家己的啥，囡仔佫较会调皮，吼。检测你的动机拢是为着囡仔好，不过对方安怎，拢无认同你的看法，所以两个就安怎开始冲突。这是足侪人甲我讲的吼，真侪。我讲袂了故事，后盖拢再有时机会再佫讲。我囡仔吼甲我讲吼，我妈妈像母老虎，注意听吼，妈妈像母老虎。这个妈妈是一个数学老师啊吼，伊对伊吼，就是啥物分数拢会当较少一丝啊，不过数学就袂使伤少啊，分数拢要求足高，伊压力就足大，你知影？就哇，
安尼大概都数完数学算愈想愈气，算到拢足气安尼啦吼，啊就安那传算到伊压力压背甲伊安尼喘袂起来安尼吼，啊我会当看出来吼，你囡仔吼，甲伊妈妈的关系吼，拢足紧张的咋，啊妈妈对伊嘛足失望的，啊事实上吼，这个囡仔伫班上吼是足优秀，真优秀哦，啊不过妈妈讲安那，有满意无？有满意，有满意。我要问咱这个妈妈，你的囡仔嘛袂歹。人即嘛拢去学了，恁囝袂歹，啊你嘞？老，我囝老，那偌好，无偌好吼，我毋知影你话吼，吼，拢感觉无满意就对啦吼。拜托，唔好安尼吼，恁囝个自信心拢互你扫在地上咯吼，做遐细事吼。所以囡仔有可能伊过度的压力，压力伤大吼，所以伊结果吼，伊的精神吼无法度专注，结果过度焦虑，啊有可能吼，我跟你讲。有可能变成精神分裂，你若一直压，一直压，完美还要再完美，还要再完美。所以我讲，父母若是完美者，囡仔是细只，所以你若是完美者，你自己要小心，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精神病患。因为我已经接太多这样的个案了，所以这人都去阻碍伊的学习。你想要听，啊，你让遐侪压力，结果吼，等到伊等到下，让遐压力堆到吼，让读书读到愈来愈差愈细，安尼吼。所以听人爱有智慧，才会当让咱这条伤害甲破坏吼。啊，再来另外一个是讲听爱晓表达，他说咱有讲听爱有行动，啊，不过咱嘛是要有话语来表达吼。听人听伫心肝内吼，对方拢唔知，吼，所以听爱互对方感受着吼，唔通互对方感受着是。你会疼，啊，不过吼，你会疼是咧满足你家己的需要。我阁讲一届哦，我干了这礼拜，我一个学生甲我讲，妈妈，伊就甲伊妈妈讲，我甲伊对话。妈妈，我咧讲哦，你的疼吼是你家己认为的疼，啊，不过你的疼我足大个压力，啊，我无感觉你真正咧疼我，因为你是疼你家己要爱的疼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是妈妈伊爱伊安尼做，所以妈妈用伊个方法来讲，啊你爱安尼，啊其实是要满足妈妈的需要，唔是要满足囡仔的需要。所以这个囡仔讲，其实我拢无感受妈妈的疼，有没有很重要？你爱听迄囡仔，听迄囡仔的生活吼。好，所以满足对方的疼，才是真正的。所以疼一定要有智慧吼。讲话一定要有智慧，啊，无你就是伤着你的囡仔。另外一部分是讲疼，爱嘛要界限，爱适度，吼，无应该疼，你着爱远离，啊嘛爱设限，吼，你着对方你叫我啊，吼，啊你故意疼，那就怪怪啊，吼，啊你着袂使疼 ，OK？ 啊，应该疼家己的某，啊好啊疼，你着爱尽力去甲付出，吼，所以疼爱有界限嘛，爱有什么适度啦，要适度。再来疼吼，要及时啊吼，就是讲，当对方有需要，伊甲你伸手，你甲伊喊救人的时吼，啊，你这个时吼，你若无去关心，你讲啊，我这个时无用，我无法度去关心。我到到尾要关心的时吼，有可能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吼，真侪自杀个案。所以你爱真敏感，知影讲这个是紧张急救的，有生命危险的，迄个爱马上去帮了就爱去啊吼。所以你爱看情形来办事。好，再来疼，就是爱安怎不断不断来经营。人甲人的，咱的冲突拢是正常的，吼。人甲人中间的冲突是正常的，吼。啊，不过咱要学习讲，要怎处理这个无同款的差异，吼。咱来要怎处理，要怎化解。啊，人多一点点了解对方的需要，了解对方的立场，了解想法无同的时阵，咱会当能够爱是呢更多的包容，更多的体谅，更多的什么？相信嘛吼，迄就是疼。后盖吼，我咧想讲后盖是想来讲爱的第一功课、第二功课，迄吼爱的真谛后盖才来讲，我才无时间来讲迄吼，你后盖就不讲。啊，过来疼吼，爱温顺别人做家己。我阁讲一届吼，疼爱温顺别人做家己，唔通用你的应该去改变对方来满足你的期待，吼，无人想要互改变。除非有感受到疼，真重要哦，吼。好，搁一个疼，你嘛会当过度个干涉，来个论断，就是个批评。
啊，伫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讲，你无伫批评人，你才免去拄着批评，对无？你毋通论断人，免得你互论断。人甲人中间上大的伤害就是哪啦？口出恶言，你讲的话人攻击，哦，人身攻击，这种会带来很难弥补这个伤害哦。所以最后吼，我要讲听，安怎？学习嘛爱听家己，毋是干听别人，嘛是爱听家己吼。好，听嘛是听到我这样讲的吼，听嘛是爱哦。好，我讲听家己吼，其实听家己吼，毋是自私啦吼，嘛毋是咧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听安怎是自爱，自爱，会晓尊重家己，会晓照顾家己的身心灵的需要，咱才有气力搁去听人。咱嘛爱评估咱家己的现况，疼人甲疼家己拢同款重要。啊，你嘛袂当为着照顾别人的需要，结果来伤害家己的身躯，咱嘛袂使吼。所以上帝爱咱呐吼，疼人亲像疼家己。哦，咱的身体就是上帝的，对无？咱爱好好保养顾惜，吼，这嘛是上帝对咱的交代吼。啊，这是咱上帝爱咱疼咱家己的部分吼。咱若无健康的身躯，咱就无法度吼去疼人。所以耶稣爱咱疼人，亲像家己。疼是对上帝来有疼，咱的源头，咱才会停电。哦，你若无疼的源头，咱就不是停电，咱就不是上帝。所以，毋嘛，咱搁较知影对方的需要，用对方的需要来疼对方，其他疼对咱兜，咱的教会，咱的同事开始做起，好无？好无？好。啊，互咱的性命吼，咱别人看到咱的时阵，拢讲我伫死个性命中，咱看到上帝听伫内底，安尼有足好无？你若伫厝里，伫厝，讲安尼性命所，去到你十公迄人面，你感觉？恁囝讲，迄耶稣敢若怪怪，恁信这个敢若怪怪，拜托。恁家吼就不要常常骂人，吼、你咧话足大声，话来话去，话来话去，话伊讲恁囝拢感觉足烦。啊，你感觉无安怎？迄因我应该我做父母就是爱教示，如果你的教示无一定是对，无一定是对，有时是对，有时唔对。所以最后吼，我就是咧，毋盲咱特别当做咧学习啦。咱爱听别人，啊，唔爱听家己，顾家己顾好吼。但凡拢足重要，啊，你要量力而为，能够做多少，不要做超过到你怎啊家己倒去，安尼嘛袂使吼。所以，请咱尽量。注释，咱来讲一句吼，疼人亲像家己，对，来，疼人亲像家己，唔忙，这句话放在伫咱吼，咱同齐阿弟来记得。亲爱主，求你帮助我有健康的疼，有智慧来疼人。过去阮拣菜拢我唔知，地处阮无小心伤害人，求你赦免阮的无完全。求你予阮知你安怎来疼阮，阮嘛伊要用安尼来疼人，搁较侪了解中间彼此接纳无共款的家己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